What?接起啊！你闪现，好吧，那但他还是拿到了，而且中路位置竟然想抓，被留住。不过这时候家里，这时候的卡米尔是没有红 buff， 照样踢死。风火有点小，那这也是加里欧就最可怕的一个地方，他现在清线真的太快，推到去尾面能推到有机会打的，嘲讽直接挡菜皮闪现过去，直接要留杀的是加。这个赵信被秒，后续加里欧再一个大绝，直接阻断塞恩，塞恩直接被击飞，准备他命中被缓住，风风车子没有，只能被拖进去死。三打三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把占优，因为中野的碰撞差太多，直接翻，准备他直接中卡米尔来加里欧，也要到最后，赵信可能都要倒下了。闪现说瑞泽，我已经不能留你了，赶紧要走，不过被卡米尔给留住，范鑫现在倒下了，而在后面赵信也一倒。开车过来的 Fofo 准备一挑三，展现风哥的气势，先挥死一个卡米尔，展现再逃跑。乌尔加特追击并没有追到 Fofo， 成功撤退。稍微算设一个停损点吧，就我知道我下路不行了，但我再继续这样对下去，我连上路也要爆了。那我直接强行做一个交换，然后把双人往上吊，拿预示者把节奏继续紧抓。不过左边位置被抓到乌尔加特，想回自己的塔下被四人给包抄，放开启大绝，暗影通气，直接要通气立体 TP 赶过来，加里又救不了自己的上路，乌尔加特倒下，这一听不止拿预示者，就无几，但他的装备其实是一直都有在发育点。哟，主角盖进来了，盖进来，突然飞进来，凯莎也进来，大家都进来了。卡米尔这时候在上方位置抓到了 Fofo， 直接又是加里奥加卡米尔的一个 combo， 像有个手套撑了一下牛的 combo 限制之后，叫了闪现 W S 来撤退。不过前面的伤害还在继续说，蔡明章凯莎也进来了，开始做输出。布朗比尔也直接往前炸，并没有炸到哈娜，哈娜活下来。不过右边位置已经包抄了 ，Licky 直接守住，想要杀卡拉，卡拉交出惊人 ，Licky 将目标往右边抓，前面位置赵信已经倒了，这个嘲讽再留住了 Fofo 没死，有机会撤退。牛倒下之后被敲了起来，闪现过去敲球果，不过这个球果不是很安全啊。Triple Kill， 小恶魔已经进化成大恶魔啦，撒旦等级。把对方的华拉跟小 B 呢？中路位先压进卡米尔往前攻，来了，真的跳了，真的跳了，加里奥进场，布朗也开大，要秒杀了，瞬间没有，没了啊！牛也被留住，左边位置四散逃，哇，一拳直接揍死，而剩下的 Fofo 以一敌五，哇，没办法了，交闪。拿刀开车吗？拿开车啊，跑不掉啊！勇者 Rest 只剩下他一个了，没有了 ，Rest 来活着，你不要这样。灵幻四。啊，瑞斯特又是作为了一个比较可惜的存在，卡米尔一个勾射劝退，瑞斯特现在我看是落像我刚讲的，跳进去之后开清冷，一个一个按就飞下来，一个一个按，想秀瑞斯特没办法，交闪现，但五个人打一个，哇，这个没办法了，是神也救不了你，这个太夸张，这个你还能打，直接一拳被加里奥塞进了地板里面，我们要恭喜的是 Alpha 在这一场拿下胜利，展现了他们实力坚强的。程度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有机会去挺进前段班的位置。你知道看完这场我只有两个疑问，是你上一场为什么不选加里奥加凯莎？不是都开吗？他选了就结束了。他选的长这样哎，他怎么跟我选？他这个有他们犹豫的点，我觉得选手教练可能真的思考上有想，可能团练的时候这套胜率没有高，对，想说啊。可能比较不稳，就是可能会大优大劣，对，所以比较怕。可能这场就选到一个大优的大优的局面，对，可能是个骰子，所以他们也是拿出来。那在 JT 的画面来说，他们选出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新奇，也是大家比较乐见、比较特别的一个阵容。但其实没有真的打出任何一个团战，所有团战都没玩到。对，就整体来说，你看 JT 人都在被追，就是前面，我觉得前面的碰撞真的太惨，从 Fofo 的第一个。
死亡后那个雪球就滚下来了，那个、的死亡，然后到了六鸟区。那他们能不能继续往前走？我真的是很期待这个点。那当然，在 JT 的话就比较可惜，他们在今年的过年，他们在目前过年前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。总计的一个场次是2胜1败，与 Mating 闪电狼是同等的一个段位哦。那在之后过年以后呢，就必须以同样的时间。